姐夫！是你姐夫，是你姐夫让我送你先回学校的。那我为什么会在这里？你宿舍楼关了，我根本就进不去，所以我把你带到这边来了。那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啊？还在里面洗洗刷刷的？姑奶奶，你过了我一身的，我不能洗吗？我错了吗？是啊。那我姐夫呢？他为什么没有送我过来？你姐夫去送叶百合了。又是那个大叔，我到底哪儿不如他呀？他长得又老又难看，还没有品味。恩婷，你不是真的喜欢上罗晨了吧？对啊，怎么了？他哪儿好？身上一股的骄傲气，也是自恋狂。那别人有资本啊，你羡慕啊？我羡慕，我是觉得他配不上你。他哪儿配不上我呀？他哪儿都配不上你啊！你们年龄配不上，你们之间有代沟啊！让你如果哪天你们真的好了，天天都得吵架。你瞎说，我们俩没有差多少岁，是不是我姐夫让你来游说我？是不是他根本就不喜欢我呀？他当然喜欢你啦，就算看在你姐的面子上，也得喜欢你啊。别跟我提我姐，我不要提我姐，我家里别插，插了，知道。哎呀，我告诉你，如果你喜欢他的话，你自己去跟他说。说出来才对。傅大宇，你确定你刚才没碰我？我傅大宇哪是那种人呢？连想也没想过。哎呀，真失败，连你都对我没兴趣。我告诉你啊，今天我们的事不准告诉任何人，尤其是不能告诉我姐。姑奶奶，问题是今天什么事都没发生呢。傅大宇，从今天开始你一切都得听我的，你得负责帮我撮合我跟我姐，知道吗？我凭什么就听你的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不听我的，我就把这照片给我姐夫看，说你要非礼我。好了，我要睡觉了，你走吧，记得把房费付了。穿成这样，我衣服还湿着呢。你在房间开一间房就好了。你走不走？走不走？走，我脱衣服睡觉啦！我走了，我走了。